但这是在个技术变装好会享受呢啊，嗯，咱首先呐，咱们学校首先呢，啊，咱厝里一定要创一个活动，啊，假使讲咱经济呢做会到厝那个利益呢，啊，还个真快，咱就做个重要的活动，做个大个，做个重要的啊。啊，假使讲咱存了下下啊，啊经济阁无讲真好，咱就做较细，做较简单啊。假使讲你存了税诶，啊，啊阁真啊真下真，无所在，啊，咱就创阁较简单诶啊。总是内底一定要有一个活动，只要是摆一个西方三圣像嘛，无要紧。我讲，咱阻碍真重啊！有时啊，咱要信佛啊，先生要信佛，太太唔信佛，太太要信佛，先生唔信佛，真济阻碍啊！就是安尼来讲呢，啊，咱嘛会使创一个活动式的活动，哈哈！安那活动式呢，要拜佛的时呢，西方三圣像个请出来，啊，要拜拜的时那个请落来啊。啊，准备一个，准备一个，这是哪？烤麻香炉就好，点烤麻香，迄烤麻香就是点来点有两三点钟，啊，个真省啊。假设讲咱一间厝，咱若有活动呢，即间厝就叫做道场，啊，咱一间厝起起来，无管大间小间。内底若无佛，若无供奉活菩萨呢？咱普通人讲这民房啦，啊，平常的老百厝尔啦。假使讲咱内底若有一个佛堂，毋是干呐讲咱大老百厝尔哦，是一个道场哦，有佛伫啊，就是有道场啊，有菩萨伫啊，就是一个道场啊。当然，咱的福报，咱的智慧，就会开显福都会带来啊。所以，咱首先呢，要安怎发挥双修呢？内底呢，咱还是用一个佛堂啊。咱有佛堂了后，才谈得上呢，我都福慧双修啊。假使讲咱啊，拢无佛堂，无佛堂，咱开海带。啊，咱初信佛的人呢，大部分都较会执相。咱修到一个阶段来呢，咱就较袂执相。较袂执相的安尼呢，咱去到大位，咱就有法度修行。去外国咯，天南地北咯，咱就逐工拢有法度修行。咱的初呢，最好咱要用一个佛堂，我愈庄严，我愈好啊。因为咱这佛堂啊，装个真字法真庄严呢。咱伫遐用功，咱都会入心啊。就这个暗咱伫遐看佛祖，迄个佛的迄个相貌呢，思想都会伫咱脑海内，伫咱不识点中所以咱呢思想，咱都袂去离开佛咱心肝有佛的咧呢。咱归分都有这因果，有这善恶，较袂去做着歹代志所以呢，咱要学佛呢，首先咱家庭内底爱用一个佛堂无管你做个活动，都只讲过用活动些嘛，无要紧，这第一项有佛堂了后呢，有佛堂了后。真简单，其实这佛堂其实这佛堂呢，唔是讲爱互咱开钱借钱咱咧开钱输个钱，得的利益真大可能咱一个佛堂咱若开咧500块、5000块，还是5万块，又在咱开。开咧呢，这个所在呢，就是为咱正福。比如咱开智慧的所在，
所以讲，你有一个活动，你得去烧香啊。那讲烧香点火啊，用早暗啊，咱烧着香啊，都要念一下佛。安尼呢，咱拢会种着福田，而且呢，咱念着佛呢啊，咱都有智慧啊，咱都开智慧哦。所以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五天，一个月、两个月啊，一年半载过来呢。咱的福报慢慢伊就会形成，咱的智慧咱就会开显啊，所以这啊，会使讲真重要啊。咱这民间啊，啊，连自细汉那个大汉那个看呢，咱这民俗真好，咱这中国人啊，尤其咱外国较唔，大陆是较唔知，咱生活伫这台湾呢。咱若起一间厝，无管伊是迄啊古早迄款的四合院、三合院，迄也是即摆人起高楼大厦。咱这民间呢，拢会留一个大厅，啊财神啦、福财公嘛啦，咱拢有安尼做啊。其实咱这活动呢，就是安尼啊，咱就要财神灵的呢。盖了财富，盖了财富箱，啊！那要财公妈呢？住迄个公妈位呢？用咱那个用一个西观三圣像啊，安尼呢，咱都真好用功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啊，万变佛堂讲加开真济钱哈，所以咱有一个佛堂了后，咱就开始通用功啊！啊，这在个技术边能发挥享受呢？咱爱做查暗课，看家己的时间只啊少啊，时间那会运转，咱时间就加排较长一些。时间那袂运转，随一切缘啊。咱有法度做偌济功课，咱就做偌济功课啊。假使讲咱若是讲真无用，咱爱想讲要用安怎来突破。啊，咱宁可暗时啊眠困较少咧，啊利用迄个阴差暗透早起来用功，啊，唔通讲无用功，可以讲阴暗时，咱在家人拢有食三顿，阴暗时顿饭食食咧呢，咱辛苦细细，咱就好上好堂啊，卖甲人有遐看电视。啊，即摆电视愈看愈无营养，无好啊！咱只学会的人，电视啊，拿念拿照，最好是卖看。反正看到在家时呐，无得看电视，个家时啥新闻个影一个啊，今有啥物重要个大新闻影一个，阿个都唔捌看啊。出去了后呢，又个个唔捌看电视。连下虽然有电视啦，但迄电视拢。在办的儿童夏令营的时阵，在放的录影带给人看，我家己唔捌去看电视，所以讲呢，咱用暗时饭食食，有些事咱就会上学堂啊。假使讲你若八点上学堂，用功到十点，咱都两点钟有通用功，下早时呢，宁可较早爬起来，所以讲咱若十点困。咱若三点爬起来，咱就困五点钟久啊。五点钟久呢，眠就足足啊。就是三点爬袂起来，咱四点爬起来，四点爬起来，咱就困六点钟啊呢。六点钟呢，眠就真足啊。咱若四点用功到六点，咱嘛有两点钟通用功。六点了后，咱才来煮饭，还阁真好。要读书啦，囡仔要读书啦，先生要上班啦，是咱家己要上班，拢还阁会好。所以咱用暗时那我都用功两点钟下早时我都用功两点钟，安尼呢，咱这度业啊，就算未歹啊，假使讲那无两点钟他用功，咱嘛才用功点半钟，上少呢爱有点半钟，较拄好啦，一点钟是上少啊。咱若有点半钟呢，
都一支香菇啊，咱这香啊，这点拢差不多点半钟。啊，这打火器呢，这根香嘛点半钟啊。所以这点半钟内底，咱要安装分配呢，咱就拜佛四十五分，拜佛四十五，拜佛四十五分都有百五拜啊。啊，困佛十分钟，安尼咱就五十五分啊。五十五分呢，那点半钟扣五十五分。买药号三十五分，啊，这三十五分，那就听我坐里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啊，咱家己伫厝里用功，唔免念出声，唔免，啊，咱就安尼用心念，用心听，咱就安尼用心念，用心听，啊，好花念，好花念佛拜佛，啊，这里做扎暗号真简单，啊，真简单。有的人说，还是老岁的人说，师父，我也不懂字啊，我也不会念经啊，不用念经啊，你就念一句阿弥陀就好了，拜嘛拜阿弥陀佛，睡嘛睡阿弥陀佛，啊，啊，一日念嘛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啊，你要用心念，啊，那念不好势，你嘛再创个录音带。啊，可要快办的、慢办的，又在你，你喜欢听就好。啊，阿莫尽上大声，上大声呢，咱家庭管教，咱遐囝儿媳妇，无遐早起来，伊会讲咱家己吵，咱就细细声，啊，咱心对伊念，啊，咱安尼训练，安尼训练呢，久来呢，啊，不但你时间到，下要做早暗课。平时你拢会要念佛，行路咱嘛会要念佛，啊，骑车尾骑到歹，开车你都会要念佛啊。所以呢，安尼训练，或者是讲咱做工课，咱嘛会念佛，揉涂骹啦、煮饭啦，啊，久来呢，咱这佛号就会调心，念个会调心来呢，你的福、你的慧啊，拢齐全。哎，福报真大，啊，啊，智慧嘛真好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啊，咱啊安尼修，啊，啊，这修行啊，讲起来嘛真简单，未真麻烦，啊，佛呢，伊就知讲咱无坏众生啊，寿命真短，啊，佫真无用，啊，爱贪食就无用诶。啊！伫这真无用的中间呢，要安怎来修行这了善事？伊呢，就甲咱开这净土法门，教咱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咱一句阿弥陀，咱来念会落，百分之百，大家拢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！伫这里拢唔免计较，讲我的福报偌济，我的智慧偌济，拢唔免计较。有啊，好无啊，总之咱也要念阿弥陀佛，咱的福报甲咱的智慧啊，会使讲拢具足啊啦。去到叫世界呢，啊，花开见五无声，咱就一个真，就一个破无明的菩萨咯。啊，见了如无声法界，那就是破无明的菩萨，真了不起的大菩萨咯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若要安尼修，就足好个。啊，假使讲咱时间若有够较济，啊，咱这呢修行呢，到头啊来，唔免一拜啊，啊，就要爬上天，唔免。啊，可以讲你嘛使先半点钟久，半点钟久是要相应呢，就换一点钟，一点钟相应呢，啊，就换点半钟，点半钟收到尾，我伊就时间就够啊嘞，就两点钟，啊，愈来时间愈长，啊，愈长，啊，时间啊修行修行，越愈有时间他修呢，就越愈有行，啊，修行修行啊。总是爱无时间呢，咱就修无行哦。啊，啊，这时间呢，家己爱去抢。啊，时间大家拢平齐，咱来这人生呢，一工大家拢二十四点钟。啊，无讲哦，你三十点钟啊，我二十四点钟尔，也袂安尼。大家拢平齐，啊，那你家己爱去抢时间。可以讲，下人较早啊，未出街时，作为中国时报主任做记者。一天要服务万多人，啊，下早是透早四点外呀，四点报纸就来呀，脚踏拢用个火车运来，运来伫火车头。
你死掉若无去到火车站，无管有来无来，你爱去遐等，啊，等到报纸啊，来你人无伫遐，你有啥报纸去用偷关去，你嘛唔知。报纸啊，然后去用偷关去哦，啊，嗯，去用关一捆，一捆啊百五分，啊你一百五分红偷关咧，百五个读者无报纸他看哦，人卡来甲你骂哦，所以呢，嗯，真正真无用。啊，拢要啊要安怎呢？拢三点就起床啊，三点哦，哇，三点，嗯，习惯拢隔三点，三点起床，赶紧洗洗，要上火堂啊，啊，诶，啊四点呢，嗯，乃至四点半，有时啊拢拜托，啊，遐一职员咯，较早起，诶，去遐等咯，啊，等时间到，时间敲电话来。啊，咱才才撞去哦，啊，所以讲拢用安尼抢时间，啊，用暗时呢，拢一定到十一点以后才有人困，啊，用讲到十一点啊才困，所以你安尼个训练呢，训练呢，固来你都会习惯，袂感觉艰苦，啊，啊，咱若安尼有安尼修呢，真正咱都有智慧，啊，都有福报哦，啊。这福慧啊是双修哦，啊，嗯、尤其是咱这大乘佛法的人，拢是福慧双修啊。嗯、你安尼修的是哪？啊，你若无皈依，你就会想要皈依。啊，皈依了后呢，修一阵嘛呢，你就会想要修五戒。啊，啊，有皈依有修五戒呢，这都是进步足紧啊。啊，你后你就想要吃菜哦。你感觉这错，嗯，不是这错唔好啊！你修五戒了后，你就会开始学这菜。了后呢，有人带你修八关斋戒，你就会去参加。啊，这八关斋戒呢，啊，拢是啊，啊，迄天拢爱吃菜啊，未使吃到错啊，啊，诶，啊你，你慢慢来，你就会想要去修菩萨戒。菩萨戒内底呢，都六天爱持五。啊，迄六天呢爱食菜，啊，嗯，爱迄六天呢，你家己都会使受八关斋戒，啊，啊，你这六天一个月内底有六天受八关斋戒，有咧持五，有咧食菜呢，啊，一年呢就七十二天哦，七十二天都两个月哦，我咱就听讲食咧两个月月菜哦，啊，伊要这些呐，嗯，咱就。一年都能够话话受八关斋戒哦，啊，安尼来呢，慢慢你就会热心，啊，福报就会来，啊，根据这皈依功德经安尼讲哦，咱皈依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啊，经常安尼讲，讲咱皈依啊，嗯，啊，平时啊，都三十六尊的菩萨，阴身给咱保护掉的，啊，经常讲呢，讲讲咱皈依哦。啊，嗯，咱规佛不对地，甲规佛不灵哦，规规正不对畜生，咱来生就要对着三恶道的受苦啊！啊，咱皈依哦，啊，嗯，即经常讲讲咱皈依啊，那亲像一国内都有七大宝藏，金银琉璃珍珠玛瑙七大宝藏啊，规国的人去甲搬搬七年搬未完，哦，你看这功德偌大，你看嘛。佮我咱中华民国两千三百万人，哎呀，两千三百万人去个搬啲七大宝藏的金银财宝哦，啊，搬七年搬未完，你看这宝藏偌济？咱贵嘅人呢，胜过七大宝藏的功德，你看这款好唔是真大吗？啊，何况讲咱啊拜佛念佛，念佛烧的烧，咱八十一劫的生死当中，啊，佛的法愿，咱念伊的名号，念了一生半的十念。都要来给咱面头前给咱接引，所以呢，这功德啊、智慧啊，真正真大真大啊！嗯，皈依的基础啊，佛光讲过修五戒啊，咱修五戒呢啊，嗯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啊，咱就慢慢，咱都要学啊，学要修五戒，咱就要去修五戒哦啊，嗯。这五戒啊，咱若无受戒的人，虽然有学佛无受戒，
虽然知影善恶，唔过呢未彻底。佮讲咱无受我戒人，有时啊要咧拍蚊啊哦，啊要咧看到小动物时啊怕怕死哦，咱这我戒呢，你若有受呢，都会咧戒退的咧。有咧戒退的咧呢，伊就防非止恶，你就受会掉。咱收会掉，咱一天收会掉，咱一天都无做着恶代志啊！咱呢都有无量的功德哦。即摆古来呢，咱这戒啊，那这佛祖啊，真自由啦啊！你有法度修我这戒，你才修我这戒。那个五戒啊。唔免讲限定个限界做一摆修，你有法度才慈悲哦。你有法度修不杀生界，你就可能修百修这个东西啊，不杀生界就好啊。你有法度修不偷盗界，我不贪不取，我平人伊个都也未偷客人个物件，你就去修去。不偷盗界，不邪淫界。咱就未邪淫，咱就修不邪淫戒。你有法度修多一条戒，你就修一条戒咯。你有法度修两条，你就修两条。你有法度修三条，咱就修三条。你有法度五条拢中修，咱就修五条。所以佛陀是在慈悲啊！你修一戒，叫做修分戒；你若修两戒以上呢，就叫做道分戒。你若五戒拢中修，就叫做万分的优菩萨，也叫做万分戒哦。咱修一戒呢，照这经常来讲，咱修一戒有五尊的善行，给咱保护掉的。咱若修五戒呢，咱都25尊的善行给咱保护。所以咱行当往西，咱都要弘扬法界，大事的化小事，小事的化无事啊。咱进一步咱是菩萨界受这八关斋戒，即摆八关斋戒真实相到处都在受啊，咱要参加真方便啊。咱这戒呢，可比讲五戒咱皈依啦、五戒啦，即拢真行受，真是世人啦啊。咱菩萨界呢是真未来界啊。虽然真一世人，不过其实呢，一世人要修五戒啊，也那无得简单啦，一世人要修五戒，无简单。方讲真未来者，那是菩萨戒，讲起来嘛无简单啦。所以佛伊就慈悲哦，伊就创这八关斋戒。你拢无到修无一暝一日，大家拢有做会到的呀。今仔日来修，明仔载就无去啊。那你一天一日命一日一定收会掉的呀！这八关斋可是出家戒哦，跟出家同款的戒律哦，功德跟出家人平齐哦。所以咱来啊，一步一步安尼进修呢，福报真正无量啦，智慧呢嘛无量啦，人啊，你讲修八关斋戒心啊，有个人真爱听这功德。修这戒到底有多少功德，我都讲给你听。有一本经啊，叫做《最不可思议经》，我就看到这个名，写讲最不可思议。我就说，这经名，这最不可思议到底是在讲啥？内底给他看，内底安尼讲，伊讲假使讲将咱这3000大千世界。咱这一个3000大千是一个佛观的世界，叫做3000大千世界。用现在名词来讲呢，一个银河系叫做一个3000大千世界啊。一个银河系真可爱哦，咱这地球哦，加咱这太阳系9大行星之一了哦，无量无边的太阳系构成咱这银河系，即摆科学家讲，咱这个银河系呢有3000亿个太阳系，三千亿个太阳系是足大哦，
啊，咱这地球，咱这地球大不大？咱这地球贡献嘛算真大哦。咱们来个美国哦，一喷射机二十点钟才到位哦。啊，啊来个美国才一半年呢，对不？去一半，死骨多，骨一半呢。哈哈，嗯，啊，咱这地球剩下就真大粒啊哦。啊，太阳给咱偌大粒呢？你看我刚讲太阳给咱偌大呢？给139万倍。139万哦，唔是叫一倍两倍哦，139万倍，看偌大粒哦，啊！啊，咱这个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哦，何况讲有3000亿太阳系，你看这星球偌济哦，啊，这济星球哦，拢甲合作伙，拢合作伙哦，啊，甲聊平平，甲聊平平，啊，拢甲夜车啊，啊，车个就是夜了哟，伊就出黄啊哦。啊，黄啊田，咱这田中拢捌看到啊，黄啊田就出出来哦，黄啊就出出来，麻麻细哦，哦，没有空隙哦，啊，一张黄啊呢，做一项奖品，一张黄啊做一项奖品哦，啊，或者讲啊，一张黄啊做三界，一张黄啊做同欢，啊，一张黄啊做饮食、医药、五谷，啊，医学、成就，啊，鲜花，嗯。壮一下五啊呢，标的标一项奖品。中央话者，中央从五啊才结婚，这绝不可输要创。就从五啊做一个奖品，啊从五啊才结奖品哦，来中央从五啊才结婚哦。中央话句，中央20000年，咱们中央一种，中央一时个中央会钓都无简单啊哦。何况讲中央才结婚，中央20000年。这款功德可属于吗？不可属于啊！啊，这大的功德哦，然后一个人才发心哦，真正用这济物件，供养这济佛哦，供养20000年哦，不如一个人来皈依的功德，1800000亿分之一咯，不及皈依人功德之一啊！所以，干那皈依功德就这大哦，啊！啊，皈依人的功德哦，不及十五界哦，啊，1800亿分之一，乃至算分、数分、如分之一咯，啊，啊，十五界的人1800亿，而且功德哦，不及十八关斋戒之一，啊，所以呢，由此可见，咱哪要修戒，要修戒呢？啊，咱的福报足大足大，大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啦！啊，不可思不可议哦。咱能合福的人啊，真正福报真大啊！你安个思维你就知影啊！你若安个思维呢，你就会想要去修改，你就会想要修改啊！功德真大。啊！你那少条工人啊，你那换界更换最高嘛，真大啊！他伫这里呢，你家己得去思维嘛，得去调量，你都唔敢去换界哦啊！即摆可比讲咱不实现界啊，实现无合乎的人呢，拢想讲哇，这畜生拢是要人吃啊！啊，其实唔是啦啊！嗯，咱人爱人爱修啦，啊，一直畜生爱命哦，啊，迄一只好心只狗遐，你要甲欺负伊咪走，真正伊嘛爱伊命哦，啊，啊，咱人啊，拢贪生怕死哦，啊，咱若头先伊嘛关紧咪落医生看哦，嘛看他咱食较济回哩无，因为咱食较济回啊，啊。无合乎的人讲这啊，积啊五积，有合乎的人呢，食较济会有啥物好呢？食较济有呾有较济时间通用功啊，啊，食济会身体用，咱有较济时间通用功。后摆咱往生极乐世界呢，咱轮回嘛较大累啊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杀生啊，就是害命。以佛的眼光看起来呢，一切众生拢总有佛性，
负责地啊，负责角呀，啊，这负责运动位。反正等个呢，负责地啊，负责角呀，一切众生拢有角色，零零角角这角色啊，大家拢有。啊，这角色就是佛性，所以佛祖看一切众生呢，拢是未来佛。啊，所以讲较严重，人杀生呢，就是杀未来佛咯。或者最高真重哦，啊，讲较轻呢，啊，你来害死这这畜生的命啊，啊，啊，以因果来讲哦，你一命啊配一命哦，啊，你莫想讲，哎，杀死这狗也无罪哦，同款杀死狗也嘛有罪，后摆呢，因然后那遇到呢，咱啊叫这狗也杀倒转来哦。因为这因果啊，你做迄个因落，迄个果就伫咧啊。因果是同时的哦，啊，你做的因咧，同时果就伫咧。甲当时要显现呢，有落缘就显现啊。啊，这个因果啊，因缘果报，咱普通咱中国人呢，拢是爱简单讲做因果，其实是因缘果报。这因缘果报是通三世哦。啊，所谓通三世就是讲，你即摆做诶因，啊，定是要等到缘，唔知有些后世人才等到，有些十世人、八世人才等到，即摆等到呢，迄、那个果报才会现前。所以你做即个因呢，定是才会无去，甲果报现前才会无去哦。啊，所以咱莫想讲，哇，我这小块代志做了无要紧哦。哎，你有迄个因，迄个果就伫咧啊！啊，所以啊，啊，咱凡夫啊，无些神通，有些隔音之别啊，实际所做来的因呢，咱唔知。以后要受什么果报，咱嘛唔知，因为咱种隔音之别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唔知啊，正因唔知效果呢。一会就唔爱相信因果，阿都何必做？其实因果啊是真分明，殊何不上哦！啊，咱经常不时咧讲讲正果的果，正道的道。你正果啊，一定生果啊，就你别生道啊哦。你正道啊呢，一定生道啊，就你别生果啊哦。啊，咱因果就去安尼想想，你做善都善，不做恶都恶。唔是无报哦，时间未到啊！这时间呢，就是缘啊。可以讲，咱抬起只狗，只只狗，互咱个抬死，啊，那个做一死啊！啊，即摆总是有一天哦，有一世哦，啊，经过当时唔知哦，只只狗遐个业受尽呢，伊出做人啊，咱业做真重，咱反正出做狗遐。啊，真拄好就叫断掉，就换咱叫瑞数断去哦，来瑞死哦。咱睇只鸡嘛，同款哦。你像只鸡，咱饲的哦，啊，咱饲的，啊，你甲抬死，抬抬叉叉来叫哦，啊，啊，那叫佛祖讲，叫你因果讲哦。总有一世呢，人只鸡呢，伊个报仇钱，伊个出做人。啊，咱虽然现在做人，咱业做单后摆。出了鸡啊！哎呀，拄好拄去维持哦，啊，都叫太多灯哟，哈！所以这因果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有如是因呢，必定有如是果。学人最近刚念一个啊，恁或者拢捌哩陈维茂之书。我来去屏东看守所啊，家下犯人大好吃，啊，拢去带伫这陈维茂之书引导，因夫妇呢真虔诚教导。啊，较早伫连因时啊，大家都拢熟悉啦。啊啊，过年前啊，过年前还连去马来西亚，也刚见刚十五天。啊，要去的前一天，啊，本来陈老妈只是因夫妇拢要跟我去马来西亚，啊，因专门咧推行这了凡四训。啊，个只读经班，啊，转身就了凡四训读经班，就是因开始推行出来，啊，哎，就是要搞我去马来西亚推行，遐种华侨，啊，马来华侨好顶，啊，伊就要拜访因，要推行，
到要去的前一天，因这个岳父呢，因丈人呢，就着个孟报信的肝癌，啊，孟报信的肝癌，真紧啊，真严重啊！哎，因太太呢，宿主妻室呢，就打电话，叔啊，啊，那阮老爸常常检查呢，着着这孟报信的肝癌。啊！但你唔来个开始，我讲啊！但明仔日都要来马来西亚，你都要跟我去啊！我要今日个开始啊！我等下才来啦，十五天等下才来啦。伊讲咱十五天，咱就门包先嘞，我唔知我那食遐久也无嘞。我讲我几乎做啦啊！老尾，这个从你妈指示跟我去，因太太都唔敢过去，因为因爸爸得着门包先的肝癌。我去马来西亚回来时呢，过三天就过年了。啊，就打电话来，说啊，你回来哦，回来哦。啊，但恁爸爸安怎？我爸爸，我打电话哩，伊在那遐五公分，啊，生肝癌五公分，啊，即摆变十五公分，十五天变十五公分，我问保险干嘞，足紧的呀，啊，啊，叫我去改开始，啊。哎，是因一个查囝住伫台南，嫁去伫台南，哎，就带去台南的成功医院，遐彻底检查，啊，这个样样才知讲孟报信的肝癌，哎，伊成功医院呢，讲你爱在遮呢住院，哎呀治疗，哎呀真拄好哦，迄、那个机械都害去啦。还有那维修啦，啊维修的话，到时要住院，但住的因这早间就是安尼，啊我就再去因早间遐个关怀，个开始，啊，呀、嗯，因为这伊遐的维修啊，唔是一工两工，啊因这早间呢，这大早间宿主其实呢，伊就利用这时间，请两个女技师啊，去甲因老爸开始。这两个年纪时呢，因的先生拢得着肝癌，拢得着肝癌。啊，两个翁婿呢，虽然有咧念佛无同款，一个念阿弥陀拢念要活，啊，一个拢念要死的，都无同。啊，念要活这个呢，啊，那听着讲带一个医生会医肝癌，啊，就去看。哎呐，听着讲带一个带一贴药啊，伊肝癌袂好，啊，就去起来食。只是讲中东中西啦，拢想讲念不念得过，活倒起来。啊，这个专门要念要死的这个，啊，人看到讲带一个医生真牛，伊肝癌好，你去有看，伊嘛歹去。啊，人讲带一贴药食来，甲第一肝癌袂好，伊嘛歹食。哎呀，嘿，歹，我那肝癌我来。就是讲，我后摆我咪死呀！我今年咪要来阿弥陀，我借这机会要念咪跟来阿弥陀去啊！那呢，啊，就讲这两个技术哦，所以讲给爸爸听。结果哦，专门念咪话这里哦，到尾嘛是死去，但是呢，痛苦一世人啊！你想要话啊，念不拢念咪话，唔知念咪几多世界，所以讲，大家都爱别叫我有够艰苦的啦。迄孟非主嘛无效嘛，安尼，啊，啊，这个念要去叫说念要死这个呢，歪好新疆话较歪在药这个，逐天都笑哈哈，逐天精神都真好，有病啊无病啊未听，安尼，未听到生生我听到呢，医生讲，你人这肝癌拢嘛真疼，哎呀，你莫敢欠这止疼药啊呢，你来听甲我讲，我甲你煮啊。我都未听，要跟你讲，未听到这款程度，啊，哎，啊，哎，到要死去讲，到要死讲，笑二十外摆，笑到哈哈叫，啊，因为一寡朋友也甲因家己机会好人，讲我等你今日是咧笑啥咧，笑到哈哈叫，讲我今日要来阿弥陀佛欢喜的笑啊，啊。所以两个呢，白白同款肝癌，啊观念无相像，啊差遐济，啊就去讲给因老爸听，因老爸听了后，讲安尼唔免等机械啊，我要等下冰冻念阿弥陀佛啦，
我不好意思入院啊，啊，我要回家念阿弥陀佛啦，安尼哦，啊，我关怀了呢啊，隔天讲，叫因囝婿叫因查囝个再登屏东念阿弥陀佛，嗯，啊，都安尼念安尼念，这猛爆性的肝癌叫医生哦，你敢问我话，那是足艰苦的哦，那足紧的啊，那就咱生，咱生一粒粒啊，那讲白怕啊，生白怕会丢人啊，有无？我去去足艰苦的，足疼的嘛。啊，结果哦，等下好一念哦，那个像你嘛，即使那有研究的前途啊，问个啊，要死的前十外天，拢去讲话听。啊，伊个油电技术学者，嗯，有者有者性缘型的哦，啊，有者深信阿弥陀佛的哦，啊，以信为本的哦，啊，伊就安尼去讲话听哦，特讲。讲听，特讲讲听，啊，愈讲信心就愈有哦。啊，平时真爱看我迄电视的节目，啊，啊，唔知干早间讲你个听电话出来，我开始，安尼。哎呀，即马等于病重了后哦，呢就讲啊，他电话出来个开始了啊，啊，那我死呀，唔知佫请唔得请来个。伊讲会啦会啦，啊，爸爸你免烦恼啦，死个我佮请就来啊啦。安尼哦，伊想讲屏东万里离遐远啊，你敢请伊来啊？啊，因为我甲厝里嘛，其实甲因太大声，去屏东看守所方法拢去带伫因遐，所以真特别啊！啊，哎，就甲讲会啦，会啦，安尼哦，哎，呀，伊就安尼一直念佛，一直念佛咯。啊，念甲同款拢袂听，啊，也袂听是呢。逐天嘛会呢笑哈哈，啊，佫会甲因查某囝婿讲，拍人聊讲生笑啥哦，真自在啦。啊，这个人平时就是足有神经的，平时真甘的思想，啊，真有度量。因三兄弟也爱大，啊，真有度量，啊，啊，佫真友好。也甲要死的前几天哦，啊。看一尾蛇都肝遐缩出来，暗时啊在困的时呐，眠梦一尾蛇都肝遐缩出来，啊把酒青筋筋咧开始上，啊，哎看了后呢，伊看了后伊感觉一尾蛇哦，真色晒面啦，哎才想着讲，伊少年的时阵，啊，甲因老爸咧做农的时呐，啊咱。看到拢做喺田庄厝拢喺中间下，啊，一尾蛇困伫个中间下呢。啊，因老爸看了后呢，伊就喊因老爸将迄尾蛇甲拍死。啊，是少年呢，十外岁的时阵甲打。啊，即摆一尾蛇就甲定掉了。啊，唔知着一个猛爆性的肝癌。所以咱这癌嘛，看起来还人不止咧讲假期啊，拢是完全在注定。拢是对杀生来的，啊！所以医生看到伊都预备好啊，你无做只紧去掉要来医好呢，啊！所以呢，伊去因做了病房，做完了后，隔天间就跟赵天讲：我真阿母啊，病房就要抓到我肝只输出来，啊！可能我今天间就会转去啊，啊！你来去搞红线，啊！看抓你，我抓去搞红线。啊，老尾就买足几多啊，啊，去放生，啊，啊，过无几天，我就死去，啊，啊，伊就是有只神经福的因缘，真济年又拢去家做念，啊，老尾，隔天讲，死了后，敲电话来，去十一正月十一死，啊，过年前我去家开始，爱就等个病痛，了后，啊。我哋讲古历嘅，正月十二就死去啊！死嘅时，屏东讲有百外人、百外人次去改念阿弥陀佛啊！啊，今日讲我去嘅时阵，啊，到里啊，吹悄悄笑哦，啊，规日嘛要改念哦，啊，啊，就改开始哦，啊，伊就说我都靠那烟雾时啊，我都靠清洁。靠结清啊，嗯，我哋靠结清哦，啊，我靠技术哦，靠结清技术哦，啊，才六十五岁呢，
那这四个人在国会呢，那就国会看了。我说你爱我来开始哦，我即摆来过来给你开始呀哦，啊，我讲我看哦，你手也无够我高嘴，我就开始了，我来念了哦，你个手较高嘴了哦，啊，我来个开始时嘞，啊，突然就被他扛起来，啊，就我都该念佛咯，啊，就我跟家属开始哦，开始了哦。啊！我要等下个香港看，哎呦，真正笑个足高头个，笑个喙齿都走出来，哈哈哈！本来喙齿无走出来，啊，笑个喙齿走出来，哎，大家来无拍鼻泡，哈哈哈！啊，我十二日个开始，啊，十二演我，啊，啊，落尾然后个十四，啊，因这兄弟拢真好啦，因这小弟呢？咱也同款去一间，咱同款去老厝去个做伙。哎，十四营呢，因这个，因这地户啊，啊，因这小弟才去厝去个做伙啊。啊，因这地户啊呢，困到半暝呢，看到一堆电话飞到因家来，这大堆的，啊，哇！金丝丝真大蕊，背到因兜来，啊，是紧叫因先生，紧紧紧嘞，呼，遐一部一蕊电话真大蕊，背到咱兜来，紧嘞，你紧起来看，紧起来看哦，叫因先生，甲叫起来看，我一叫起看，电话无去啊，伊看到因先生无因因他看到，啊，啊，十五营哦，啊，这宿主之事啊，是讲望这查囝，伊都要去问因阿婶。啊！讲你看到迄莲花，阮老爸有坐伫莲花啊无？要去看，要甲问问看有去阿弥陀接去无？啊！阿拄当在问在讲的时阵哦，啊，因这阿姊的查囝，算讲伊堂妹就对啦，三十外岁啊，啊，讲话应用应用，阿耳啊，佫无甲外面光，啊，迄智商啊，讲是国民好智商俩，啊，有诶智障对的啦，啊。啊，听伊两个咧讲哦，听听伊就甲你讲啊。伊讲我本来我唔敢讲，啊，听你咧讲我才要讲哦。啊，我十二影都看到啦，我十二影都看到。哦，我十二影都看到迄阿弥陀咯，都天，哈哈哈哈哈，都天，哈哈，哦，哎，还有够大尊的啦，好啊，都天，迄脚吼像咱冰冻区遮大，哈哈哈哈。哎，卡上冰冻起个大，哎，我都听，哎呀，哦，这大堆，唔像人画一树鸟，啊，人佛像的人画迄种细细个鸟，我看伊佛像拢细细，哦，我大了哦，顶个顶个头落来哦，哎，伊也足大堆哦，啊，啊，这一粒宝珠哦，无放光明足光的哦，啊，这胸口拢有光明哦，啊，啊，这点都足大堆足大堆哦，你看。卡像冰冻区，一看这莲花边个，迄个徛喺莲花卖，我嘛足大蕊个啊！啊，好，我都直直讲哦，啊手伸足长个哦，啊手哦，拢放莲花哦，连咧放黄个，啊连咧放红个，啊连咧放白，连放青个哦，一堆一堆直直放落来哦，哎，啊只手揢念珠，啊在念阿弥陀咯，那阿弥陀在念阿弥陀佛呢，哈哈哈！所以咱来变四念哦，哈哈，阿弥陀佛在念阿弥陀佛咯，看啊足明个，啊！哎，莲花足大堆，直直转哦，呼，一转哦，安尼细个呢转啊，莲花放光明，放足光足光的哦，啊，哎哎，后面倒开莲花哦，我宝珠足大粒的哦，金细细哦，呼，啊啊，我心肝底想，呜，这两个开一粒转啊，都好个啊，哎，啊啊，心安尼想哦，后面倒知哦，加有修过摩尼哦，哦，我直直讲哦，啊呀呀，呀。要这行，伊就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啦！呜，你大只所在，遮尼舒适着，遮尼清净，遮庄严着。呜，啊你大只大我做遮水着，金丝丝拢宝贝啊！哎，哎我袂等，我要带到你家。伊讲袂使啊，你得爱等呀，你个寿命袂到嘞啊，时间到我才来甲你娶啊！啊，你还阁等大众生嘞啊？嗯，也袂使来带遮啊。伊讲阿弥陀佛，我足艰苦个嘞。我讲话吼，硬哦硬哦呢，啊，我耳吼不灵光呢，啊，
你要请我头足艰苦的呢，嘛我袂等，我袂带你吃。啊，我们大专，放一都光明个照，照一个心肝哦，拢开去哦，啊，心肝拢开去，啊，也讲看因阿伯哦，好、哦、阿伯结红的莲花，啊，结了红的伫阿弥陀的后壁面哦，边啊后壁面啊结大蕊红的莲花哦，阿伯啊哦。变二十外岁的少年家哦，像伊阵那个阿姆结婚的款相共款哦，足少年的哦。因这查囝，假讲因爸爸就是二十四岁结婚的，等于呢伊看阿伯正从二十四岁婚，少年家啊哦，哇幸福金丝丝哦，啊嘴笑眯眯哦，啊，哇哇直直讲直讲，哦讲有够济了，啊，哎伊这宿主媳妇就甲问讲。啊！阿弥陀的涂骹是金的，还是金的？伊讲唔是咧，阿弥陀徛伫水顶咧，哈莲花伫水顶去啦，人是徛伫莲花头顶，还是伫水顶啦？啊！我嘛徛伫水顶咧，哎呀，那是奇怪，但太袂沉落啊，哈哈，袂沉落，哎，七宝地啊，当然是袂沉落啊，啊，所以哦啊，愈讲愈欢喜，愈讲愈欢喜哦，哎，所以讲呢，咱杀生啊，你看丢丢。蒙报性的肝癌哦，啊好的呢是，伊这人有神经无大经过，查某囝囝婿，拢总有幸福，等到神地色哦，啊，这边对着啊，这个魔鬼作战站恶毒的受苦，叫他等着这殊胜的因缘，啊，听到闻到佛法咯，开始咯，啊，念佛咯，往生极乐世界哦，所以这杀生啊。真正业真重啦！咱呢会破病，会夭折啊，会死亡啊，拢总啊，都是杀生业来啊。所以咱呢，若要修这不杀生戒呢，那咱是十善之一咯，也嘛是五戒之一咯。假使讲咱若要进一步啊，若要去放生啊，要去放生。安尼呢，唔是干那十善命哦，咱都是上品的十善。